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我是爱你们的迷妹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很哲学的科幻短片《时空交易》。13号又做了那个梦，女人喊着杰森的名字倒下，她再次被这个梦吓醒，脑中只有不完整的记忆碎片，这让她非常的困惑。唯一能记得她身份的，也许只有脖子上的那个胎记了。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意味着13号的任务又开始了。他是某个特殊机构的头号秘密特工，当绝不允许出现差错的任务交易出现时，便会让他上场。工作人员问身边的女人为什么要执行这笔交易，女人回答道，目标设计了一套运算程序，一旦发布就能预测到精心策划的股市崩盘。有些机构已经想出了迁移之计，像不断攀升的贷款率，继续投入资金，政府将像商品一样被买卖，人们会变得富可敌国，但前提是要阻止他们发布这套程序。通过纳米技术锁定目标，13号准备开始任务，大摇大摆地走到暗处，装好消音，将枪口对准了目标，一枪爆头，目标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倒了下来，会场乱作了一团。而作为杀手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任务完成就必须快速离开现场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女人好奇地问，你的特工都是从哪里找来的？上司老头回答，不同的地方，但基本都是整个国家最底层的地方，比如说孤儿院，我们审查他们的档案，寻找关键信息，比如记忆缺失、童年的精神创伤，这些特征使他们的形象具体化，然后他们必须接受训练，等到21岁就可以大显身手，在 IFT 时间由我们掌控。另一边的13号离开会场，到达了指定地点，一阵光电过后，他回到了他的那个时代。这次的穿越让他头痛的不行，之前也有过这个症状，只是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。同事好奇地问医生，上次是怎么说的？13号意味深长地回答，他让我别再穿越了。刚干完大事的他想去沐浴更衣，却被同事告知上司老头找他有事。来到房间里，老头已在这儿等候多时，他要13号去执行今天的第二个任务，但这对人体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。13号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但老板命不可违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临行前，老头叮嘱他，这场任务会涉及到爱。当他通过机器到达过去的指定年代后，潜入了目标的家，操作系统却出了问题，无法读取目标人物的身份，也无法确定目标。老头口头下令说，就是后院中的那个女人，快点杀掉她。13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只能听老头的话，杀掉了女人。女人中枪倒下，原来这就是他梦中的那个场景。女人倒下后，盯着13号的身后喊着杰森，一个男孩叫妈妈的男声从身后传来。13号转过身，看到了一个男孩，他的脖子上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胎记，而第二个任务目标就是眼前的这个男孩，也就是他自己。他必须杀掉儿时的自己才能完成任务。他犹豫了，我杀了我，回答正确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穿越时空哦。科幻战舰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，下期见了。